Wu Zhenfeng! Wu Zhenfeng, 你涉嫌以及谋杀案以及两起毒品交易案，我们现在正式拘捕你。我认为他这次回来跟他3年前父亲的，一定有关系。告诉他我爸不是毒贩，你说，看着他，告诉他你小的时候我爸怎么对你的，他不可能是毒贩，你说。我以为你还在德善戏剧派出所，所以我去那里偷了。你吸毒吗？我住的那个地方。 你们应该搜他。跟赵总打个电话，把人转移到警局。吴瑞峰逃往境外，你为了把他追回来，私自处决，犯了严重罪。这3年让你受委屈了，这3年你在蒙卡做什么？我还能做什么？你以为我在做什么？你觉得你父亲是被冤枉的吗？当然了。 是你冤枉我，死的没有人性吗？你信我吗？我想查3年前的案子，把吴振邦父子的案子追到底。给你权利。一个本来有大好前途的人，在外3年一直追逐，如果不是查到他父亲的下落，能让他坚持那么久吗？ 报告，我打算把他接回我家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，小子？啊？上车，去哪儿？我家，住我那。 知道你想不出来，但你可能不行，因为你会被人抢。大三年来，我一直都在追求你。爸爸，直到今天我的年长，你见的不到20岁，你知道什么地步？我第一次对你这么狠。吴瑞峰，你愿意相信我吗？